一块了，一块。二百零九，来了。哇，一碗面一块肉，一块肉，八十。哇，这面擀得漂亮啊！来，看这边正在制作一锅打卤。今天中午吃一个正宗的太原羊曲北郊打卤面，这锅卤制作好了一大半，接下来是干嘛？这食材看着都很新鲜啊，又放韭菜了。撒完这些就是泡油吧，好，厚厚的一层韭菜，这么多。最核心的一步来了，师傅搞完了，好，这边是切好的面，就是小碗吧，小碗我记得12，大碗，好，这是大碗，大碗是14是吧，大姐？14一碗，哇，他家烩菜特别香，看，大姐这一碗怎么卖啊？烩菜。13，哦，还有烩菜面，看，哇，这烧肉太漂亮了，烧肉怎么卖，大姐？8块，狮子头啊？6块，好，哎呀，大家看看这肉的纹路，非常吃，好多年了，好多年了，哇哦，好，十年了，大家原来是就在那就两口子干，原来是在这个旁边，啊，就一个这么大的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会儿不到12点哈，全坐满了。哦，好，哎呀，老板娘 ，Hello， 忠实顾客，好，面怎么样？相当不错，相当不错，好，好，那你吃吧啊，好。主要是他这个面比较那个劲道。老手艺打卤面，他家生意是真好啊，里面外面全坐满了，来，带大家看一下。看那边阴凉处坐得满满的，还有这边，我准备去他们小店区新开的店去吃啊，那边有炒菜，招待几个朋友。哦，找到了，看，老手艺打卤面，他们在小店啊，这个富康街开的新店，今天中午就在这个新店去点一碗面，然后吃几个炒菜。中午吃面的人还不少啊。这是他新店的环境啊，看他这个新店是有很多特色炒菜，他家厨房是真大啊。这边是内蒙古塞外面源雪花粉啊，面粉用的是这个呀，看墙上之前在老店也看到过啊，就这个牌子。好，我们的辣炒羊血好了，这一份多少钱呢？大概20。师傅，这个是啥好菜？陈醋焖带鱼。对，好嘞。哎呀，这闻起来就很香啊。这一份大概多少钱呢？48。48。好。哇哦，好。来，点了三个特色菜，这个是溜肥肠，这个是辣炒羊血，这个是陈醋焖带鱼。来，今天中午啊，和我粉丝高兄高姐卡邦龙契福，好，这是我老少队友，就不介绍了。来，我们的三碗面好了啊，是有小碗大碗对吧？嗯，对。哦，跟老店是一个价格啊。对。好，我们端一下。来，大家。和老店一样啊，没啥区别。他那个老店位置是在千峰北路怡丰公园旁，一样样的。他家是开了两个新店，一个在桃园北路，一个在富康街晋阳子城。哦，好不好吃？对，高兄，你是每天得点一碗面是吧？哈，像你们。担担面确实好吃。好吃哈，还行。嗯，如果来他家吃担担面，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陈醋焖带鱼。
酸甜口味，特别好吃。现在妹妹要给我拿下来一个她家重要的东西，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看，老太原打卤面自助手艺。哎呀呀，老手艺打卤面，它这个新店的位置在太原小店区富康街上，这条街就是富康街，晋阳子城，隔壁过来五六十米就是老手艺打卤面。